所以说你这么晚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听你说这些的吗？啊，哎，你大可不必啊，你干嘛这么折磨自己啊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。我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你今天以为你把自己打扮得多么美丽动人他就会多看你一眼，还是你把自己收拾多么衣着光鲜他就会多关心你一点？我告诉你根本不会，在他的眼里不管你今天怎么样改变，你依旧还是那个你，仅此而已，他不爱你啊。啊，可你却还傻傻的想着用时间去打动他，用行动用细节去感化他，没有用知道吗？如果他爱你那么一点点，哪怕在乎你一点点，他会让你受如此的折磨吗？你们早都在一起了，傻瓜。